有请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公司董事长、北京市杂技学校理事长齐红女士上台致辞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亲爱的老师们、同学们，下午好。2019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其不平凡的年份。2019年，我们迎来了祖国的70华诞。2019年是我们北京市杂技学校、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建校20周年。2019年，我们在集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，在教委各级领导的关怀、支持和帮助下，我们北京市杂技艺术学校被评为了全国教育系统的先进单位。在这里，请允许我代表团校的全体同志，向集团的领导、北京市教委的各级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，谢谢你们。校园艺术节每3年一届，今年是第4届。校园文化艺术节是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学校办学特色的呈现，是学校辐射社会的一个文化窗口，是全体师生魅力展示的一个平台。它既是对我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、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一次集中检阅，更是我校师生精神面貌、信念追求、和谐发展的美好再现。校园文化艺术节的举办将为全校师生彼此学习、相互探讨、共同提高提供了一次极好的机会，为我校树立良好的竞争、合作和拼搏意识形成良好的氛围。今天我们举办第4届校园文化艺术节，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在国艺的校园里明理学艺，更能够在国艺的校园里知感恩、懂真情。有梦才有奋斗的方向，有方向才有奔跑的力量，有情才有充沛的爱，有爱心才能创造美好的世界。老师们、同学们，我相信本届校园文化艺术节一定会成为一届实现梦想、凝聚真情的盛会。让我们共同见证国艺师生不负芳华、追日逐梦、相互融合、不忘初心的探索之路。现在我宣布北京市杂技学校、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第4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演出现在开始。北京市杂技学校、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校园文化艺术节是每3年举办一次，本届艺术节是由我校杂技与魔术表演专业主办，下届将由戏剧表演专业主办。现在举行交接旗仪式，有请杂技与魔术表演专业张婉主任和戏剧表演专业杨光主任上台。
起斑斓的东方，跳动着世界的目光。遥远的古老珍藏，激扬着少年的梦想。在花身后的心脏，凝聚着民族的光亮。让我们一起走，让我们一起
今天是2049年10月1日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。100年的风雨铸造今日的雄伟盛况。30年前的我们多么可爱，头要扬起，重心放在中间，不要左右偏移，背部挺直，炫耀我技，跟着音乐的重拍去引导身体。初恋，陌生的教官长着严肃的脸，恶劣的天，艰苦训练，不知还有什么挑战出现在面前。那时候的我们呢，带着栀子花的坚强与守候，彼此鼓励，只为在天安门楼前那美丽的瞬间。初次见面，我叫王艳。刚才的事情别放心间，打起精神迎接训练，明天又会是新的一天，让我们加把劲，让我们再努力，即使训练的路上总是布满荆棘，让我们手牵手团结一颗心，为伟大的中国拼尽全力。训练，头顶着烈日，汗水挥洒眼前，咬紧牙关，不畏艰险，因为我们还有崭新的考验。不要放弃，不要气馁，泥泞的山路布满我们的脚印，无论条件多么艰难，我们团结一心冲向终点。是民兵方队，受阅女民兵来自首都各行各业，民兵源自百姓，定期接受军事训练，保持战斗力。命令听从指挥，宁可流血也不流泪，青春无畏，逐梦扬威，壮丽河山扬我华为。栀子花开，
这是我们美好的时代，美好的芳华。
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听清？那仰望的人心里的孤独和叹息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。我记得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哦，我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请照亮我前行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？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是否在意是太阳先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？记得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哦，我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请照亮我前行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请照亮我前行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请照亮我前行。新的勇气去拥抱你，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我迷失在黑夜里。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请照亮我前行。
Thank you.
同志们，我们要打破帝国主义压迫在我们头顶的枷锁，中国共产党万岁！同志们过来，中国共产党万岁！中国共产党万岁！中国万岁！中国共产党万岁！新中国万岁！哎呀，同志们，在中国的鸦片的控制下，我们要反抗，我们要起义！哎呀，我们烧了这些鸦片！茫茫的夜色作墨，用疮痍的土地作纸，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，是谁写下的两个字“中国”？让人读得昏暗，读得疲惫，更让人读得心痛，读得悲愤。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消瘦的中国，那跪倒在南京条约里软弱的中国，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，面对淋漓的鲜血，面对惨淡的人生，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，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。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，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。此后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，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，用镰刀收割光明。他们做过难道，他们越过雄关，他们驰骋疆场，他们英勇杀敌，他们要以枪弹作笔，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。他们要以热血为色，描绘一个青春的中国。多年后的今天，当我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峰峦，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。我又看到了一群又一群的青年，那挂满汗水的面孔，我又听见了那嘹亮的歌声，在荒芜的土地上回荡。他们用无怨无悔的青春，在悠悠岁月中写着一首爱的诗篇。是的，岁月悠悠，人生漫漫，一首激情澎湃的诗篇，那是一片开满鲜花的风景，那是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，那是一座壮志凌云的丰碑。哎，我要为你写一首诗，用太阳金色的语言，用心海浩瀚的蔚蓝。哎，祖国，我要为你画一幅画，用春天百花的色彩，用五星红旗的光芒。今天一个大写的中国，让人读得光明，读得酣畅。今天一个腾飞的中国，更让人读得生动，读得自豪。这就是在世界的东方横驳而出的希望的中国。
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。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，青春中国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是我的骄傲。五星红旗，我为你自豪，为你欢呼，我为你祝福。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。五星红旗，你是我的骄傲。五星红旗，我为你自豪。世界冠军张楠，祝北京市杂技学校，祝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第四届校园艺术节举办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体操冠军唐海滨，在这里祝北京杂技学校、北京国际艺术学校第四届校园艺术节成功举办。啊，我是体操奥运冠军周凯，祝北京市杂技学校、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第四届校园艺术节成功举办。大家好，我是体操奥运冠军邢茂伟，祝北京市杂技学校、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第四届校园艺术节圆满成功，加油，你们是最棒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奥运冠军杨威，在这里我祝北京市杂技学校
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第4届校园艺术节圆满成功。